你一双迷人的眼睛，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。我你的双手，哎，嗨嗨，你们今天做了什么啊？我去游泳了，你们呢？我去打球了。我学习了中文。嗯，你们饿了吗？我们都饿了。好，我们去吃。可是餐厅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。嗯，我们去找找看。好。你好，请问你知道餐厅在哪儿吗？请问你有男朋友吗？什么？什么？对不起。啊，没关系，我带你们去吧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林娜，你们呢？好。我叫帅帅帅，我叫啊，我叫游戏，我叫 Leonard， 我们是 F4。这就是餐厅，我要走了，再见。再见，严娜，认识你很高兴。我也是，再见。再见。呼！我们来比赛，看看谁可以先约到他。我先去。好。好。云娜，你的家在不在新加坡？啊，不在。在哪儿？我的家在中国。不是，你的家在我的心里。好，现在我去，请。你好，你是国大的学生吗？是啊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也是这里的学生吗？对，也是你的男人。也是我的。你呢？好，请叫我去。好。你呢？你的专业是什么？我的专业是外语。你知道我的工作是什么吗？不知道，是读书吗？不是，我的工作是爱你。怎么样？哎呦，好，我现在去。云娜，你要跟我出去喝咖啡吗？好。什么时候可以去？现在可以吗？很抱歉，现在恐怕不可以，明天可以吗？可以，太好了，谢谢。哇！耶，我赢了。可以坐这边。嗯。请坐。云娜，你要喝什么咖啡？我要喝白咖啡。好，我去买。好，谢谢。哎，云娜，你的咖啡。好，谢谢。请。云娜，你的爸爸妈妈在这吗？啊，不在。他们在哪儿？他们在中国。哦，哎，我的爸爸妈妈也在中国，他们说中国很美。你的爸爸妈妈的工作是什么？我的妈妈是老师，我的爸爸是医生。哦，你有弟弟吗？啊，没有。哎。哥哥，哎，云娜，你在学？
你是谁？我是 F4 的人。什么？嗯，你是 F4 的人？对，嘿。你爸爸妈妈的工作是什么？我爸爸是律师，我妈妈是医生。你的一切？很高兴认识你，帅哥。这是我的名片。好，谢谢。什么？